藝民黨的支持底下，我們零視集團將會成立香港第一間專門服務窮人的按摩中心，新張期內免收加人，雙足年代支持是8.8，夜茶點心燒味平盤買一送一，絕對是窮人的天大喜訊。我們承諾賺到的錢將會全部用在窮人身上，所以這間按摩中心我們決定命名為窮盟。現在我們招聘技師，有興趣的話請跟我秘書姚子玲聯絡。不過那些打完黑黐不洗手成日做傳染病的幕後黑手的我就不歡迎。不好意思啊，令小姐，不知道你會不會自己下手幫人幫一些 massage？ 不是問你這樣的事，算不算我告你毀謗啊？我是會的。不好意思，即刻有人見工，我現在去按摩中心見一見他先，失陪。子傑來了。哇，正啊。嗱，見工前要做 body check 的，入房先。咦，咁快趴低咗啦吓？警告你，你搞还搞啊，睇住嚟搞啊！我系告你性骚扰噶。几时得闲骚扰你啊？要做 body check 啊嘛。哇，好多疮啊你！啊，痛啊痛啊痛啊！细力啲得唔得？啲疮啊，再唔知嘅话会变成巨型孖疮嘅话，到时痛死你都似啊！忍住痛啦。啊，你细力啲啦。哎呀，一啲都忍唔到痛，你都话唔该晒。喂，你咁急去边啊？冇啊。喂，喂，林小姐，究竟发生咩事？阿欣点解要冲我出去嘅？阿欣，乜叫到咁生我呀？你以前叫佢定欣噶噃。啊！依家你同佢一啲關係都冇啦，係嘛？佢係我 partner 嚟噶，係 ex partner。係咧，你同善文友點解會喺埋一齊嘅？佢救過我噶，即係為咗報恩，一時衝動咧。我唔係一個衝動嘅人。夠啦！你答我幾條問題，如果我滿意嘅話，你就可以加入窮盟。第一條，你係咪好恨攞視帝？係。王浩信是不是你最大对手？是。攞不到视帝，你是不是会喊？是。最后一条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是。有提示，不过讲个秘密给你听，除了善文游之外，易先生都很喜欢你。Uncle。林小姐。林小姐，我想提一提你，你去开间意大利餐厅，嚟咗一批靓嘅白松露，系你最中意食嘅。阿里士多德曾经讲过，有食唔食最大恶极。依家你最想食嘅应该系高志杰啦。今晚我食自己得啦。需唔需要帮你铺定台？作死啊你！食自己都要定位。嗱，意大利餐厅同埋高志杰就让俾你啦。你想几时食咧？不如今晚吃，心急到你真系。入嚟做咩啊？陈山聪又想约我同你一起直播跑步啊？你答咗我呢条问题先，系咪选择题先？如果系嘅话，我就话系 D。哦，你今日想问我欢呼声有几多，定系问我悲哭声有几多？我 ，sorry， 诶，你问啦，你问啦，你想问我咩啫？高子杰系咩人？佢应该系香港人啊！我问佢系咩人，佢唔答我，梗系唔答你啦。嗱，一，你又冇诚意；二，你个样又衰；三，你仲未答我问题。咁你條問題問得唔好啊嘛！你問多次啦，
是不是去了跟高志杰慶祝生日？冇啊冇啊冇啊！成個十一月，我淨係同 TVB 慶祝生日嘅啫。呢個問題一直擺咗喺我心入邊好耐，但係呢一刻，我真係好想知道高志傑究竟係乜嘢人。既然你咁想知，不如問埋全港嘅觀眾咧。同盟冇錢分冇獎問答遊戲。究竟陳山聰口中的高志傑是誰呢？ A 陳展鵬， B Ruco Chan， C 詹平。答中了恭喜你智力正常，五秒之後截止。五、四、停。又來到歡樂碗碌華的時間了。